媳妇儿，今天我是当场，我带你去赶场，走。你这是要带丑媳妇儿上街了吗？哪个说的我媳妇儿丑呢？怀孕的女人是最美的。那去赶场啥子嘛？买啥子东西吗？那么大的事你都不晓得？我们杨家山只有一只公鸡了，我们去买点鸡回来把它养起。买回来养到哪里嘛？我们都没带屋里，哪个养咯？厂去放啊？现在我们把鸡买回来，二天你生娃娃是不是有鸡吃嘛？最主要是妈走大乡的时候还特意交代要买个鸡喂的了。这娃娃还怀在肚子里的，你又在说坐月子的事，好遥远哦。那家万事提前都要有准备，我们自己喂的鸡二天吃起放心一些。那好好咋办呢？他不去哦。哦，睡觉，早上累得打不醒，待会儿给他带回来。好要得嘛。我们那边赶场都比较早哈，我们先去把鸡买到，待会儿带你吃早饭。这上赶集都赶得比较早，一般到十点就散场了。赶快些，就在那下面买。看这个小镇上人还是比较多，密密麻麻的。你鸡子咋卖的？鸡子十五。有没有少哦？买得多可以噻。可以少吗？可以少，可以放哈。要得。鸭子咋卖的？鸭子10块。10块钱够吗？买五只鸭子，五只母鸡，五只公鸡，可以不？好可爱哦！你看，我们买这个汉堡要不？不嘛，媳妇儿，那个鸭子长得有点跟你像啊。跟你才像。哪个是母鸭子？我要抓个母鸭子嘞。你买母鸭子吗？嗯，要下蛋了。买五个公鸡，两只母鸡就可以了。它这个鸡要贵一点。要17。鸡母要不要？鸡母要两个，169是不是？169是不是？五。都不少点。我们只要把那全部养活了，二天月子你就够吃了。走，我现在带你吃面条。早上有点饿了，吃2两米线。我的米线来了，这是镇上的米线哈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感觉还不错。镇哥吃的非常的。我吃的1两哈，我的12两。镇上虽然比较小哈，但是一当场的时候特别热闹，特别是7点到8点人特别多。现在我们已经买好了，饭也吃好了，就准备回家。你好厉害哦！你看你这样子才起床，你这真的是太阳晒屁股。这下鸡也买回来了，鸭子买回来了，就看你养到哪里。我们把鸡就养在一个空屋里，也太不想出来了。这个鸡为啥子养起了？代表喜呀。米先给它刨起来，鸡儿子香，我来一面给它放点葱姜。还怕它中暑吗？嘿，刚回来还怕它中暑了，那么高的温。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要给鸭子打个蓬蓬。出来，这是你的新家。回来就下水了，看嘞，要稍微把渔网放在那里，把鱼都网住了。嗯，来，我来解救你。那次鸡要买回来的，一点我把它喂好，争取你坐月子吃，有鸡肉，有鸭肉吃。